站那儿，干嘛去？我去取快递。取快递？啊，咋了？像那个黑天鹅，外面零下20多度，你取快递穿这个？哎，就下个楼没多远。那是远不远的事吗？去换了去，去换了去，这什么玩意儿？我就知道他不能老。你等会儿。又咋了？换完了。啊，我这不穿外套了吗？你这穿没穿有啥区别？你告诉我来，这啥呀？哎，那你叫我怎么穿？什么玩意儿怎么穿？正常穿吗？那玩意儿你就非得这样？我不，你不，那你别去取了。我不去，你去。那我看你去怎么穿。我去就我去，还怎么穿？这玩意儿还怎么穿？看见没？这才是正常人取快递，棉袄。啥叫棉袄？懂不懂？嗯，有道理。学了点儿。服务员，反应过来。哎，不对呀、啊，你不说你取吗？套着我呢。哎呀，那去吧，爱你爱你。原来是搁这等我呢。